我们来认识一下刘刚。刘刚来自中国，是家中独生子。以优异的成绩毕业后，刘刚进入金融行业，成为了一名金融从业者。多年专心于事业打拼，刘刚在金融行业已颇有建树。现在快迈入40岁的门槛，却依旧保持单身。作为家中独生子，刘刚开始为自己未来的生活和家庭做打算。为了保障自己和父母的稳定生活，同时作为一名金融从业者，刘刚一直以来都十分关注全球资产配置和海外投资。但是苦于资产流动性不强，且其中流程繁琐，刘刚现在很难实现自身的全球财富管理方案。在研究中，刘刚发现第二公民身份可以很好地解决这个问题。其中多米尼克投资移民项目不仅允许刘刚与他的父母共同申请，他更可以在以后将未来的妻子和孩子贴加到申请中，自己和家人都能获得多米尼克公民身份。刘刚立刻意识到这正是自己需要的解决方法。多米尼克投资移民项目自1993年引入，是历史最悠久的同类项目之一。英国金融时报下专业财富管理发布的投资入籍项目排名，已连续四年将其评为全球最佳投资入籍项目。它为国家吸收了所需的海外投资，同时为有信誉的申请人提供了这个热情又安全的国家的公民身份。符合资格的申请人通常可以在90天内获得批复，且无移民间要求或语言要求，现在更可以线上申请。不仅没有影响繁忙的工作，刘刚很快收获了多米尼克公民身份。成为多米尼克公民后，申请人将享受以下福利：终身公民身份，可在该国居住及工作；公民身份世代传承；免签或落地签通行全球约140个国家或地区；国家政治安全稳定，政府鼓励商业发展且不对公民施加负担；国家拥有完善且强大的医疗系统。申请公民身份请参考以下步骤：一、选择投资方式，多米尼克的经济多元化基金，最低仅$100,000。二、根据要求提交全部所需的表格及文件，投资移民局会受理申请，并在批复前进行详尽的尽职调查程序。三、向经济多元化基金进行捐赠，该基金对多米尼克的社会和基础设施做出支持与贡献。现在刘刚不仅能够实现海外投资、全球资产配置、快速海外出行，不但便利了他的全球商务旅行，还为自己和家庭提供了一个美丽的私人独家港湾。现在开始了解多米尼克投资移民项目，保障您的资产，规划无限可能。现在进入cbru.gov.tm 了解更多。